53岁，双胞胎，一则乙喜，一则乙忧。第二个，他是双胞胎，帮照一下，这里两胞胎。好，谢谢医师。但是我很怕高血压，我希望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，杂波哎，不知道哈。所以我说你产子，产子就是产子子嘛，就是好。哦，好，谢谢医师，谢假谢。滴滴，小心，再抓一把，再抓一把，再抓一把。好，谢谢。两个都女生只有四分之一啦，所以龙凤胎是二分之一，两个都男生是四分之一，所以我说他有男生的机会有四分之三，对。好，好，谢谢医那师。就第二关就过了，现在第三关，有看到双胞胎了哈，看到了，两谢个，谢。一个两个是，但是我说一则乙喜，一则忧，喜的是说，双胞胎，忧的是高血压，高血压是。他到后期，我会找高手控制他。他一，多久？哦，他的是你。